今天是11月13号，这是在公汽车上，我们去沈阳北站，然后去北京，然后去今天晚上22点去以色列。这是2017年。地盘西和木北道路到了下车时。这是沈阳。沈阳到北京，现在的时间是大概多少时间？现在的时间现在是12:20。这里是从南美。他帮助我们把上的箱子都放到上头去了，非常谢谢他。海安站，韩景。You know what I mean? 请往到站。为确保您的安全，本车次列车实行全程禁烟，严禁携带。只有电视，这就是中国机场和国外的机场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机场有开水。我刚刚在这里吃了一顿好的康师傅方便面，这就是 T2 航站楼。北京，今天是11月13号，2017年。很多人在那里充电。Today, November the 13th, 2017. 充电的地方比较。That's the charging station. 比较受欢迎。It's very welcome.For everybody to get their cell phone charged. 当然，自然而然的呢，就被列入了不洁净那一行列。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不可以出现在他们的餐厅。那我可以在哪里吃呢？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面吃，你呢也可以在露天的地方吃。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吃，但是他们餐厅一定不要。在耶路撒冷一共是要住4个酒店。第一个酒店呢，我们会在第一天呢，我们会在以色列最南部埃拉克，靠近埃及的一个城市，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返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住3个晚上。然后呢，提比利亚住2个晚上。然后呢，内塔亚就是靠近那个。机场离机场大概半个多小时的车程的那么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海边，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城市，在那边住一个晚上。所以呢，一共我们是4个酒店，7个晚上，8天的行程。说到酒店的话呢，需要大家注意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以色列的酒店呢，它都比较小，尤其是某多的中国团队，还有这有不少团队呀。以色列呢都很害怕，他们不敢呢迎接那个巨人啊，哥利亚，他们非常的胆怯啊。后来呢，一个牧羊人啊，一个牧童啊，大卫啊，出去了，迎接了哥利亚。He came from Hong Kong. So he's a member of Israel Baby Club. 我们呢会参观亚伯拉罕。So he's a Christian. 那个地方呢很好看的啊，里面有个电影啊，讲关于。Basement. 是百慕大，这里有很多的这个 room basement. 这玻璃全都喷完了，还全景喷了吗？
很莫大。工资多少钱？走，走走走走。结婚证结婚。他应该在这边，这边。所以呢，我们呢会有几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太空人啊，这个伊兰呢，他跟六个美国人一起要坐着那个太空船啊，那些那个哥伦比亚号，这个穿梭机啊，他的登陆了去月球，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呢，在那个回程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的问题。在这个飞行那个穿梭机里面的条件结果的结局，所以这几个人呢通通都在都死掉，所以啊这个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这个行动的一些人，所以他里面有这里有他的照片呢，等一会我们进去的时候呢也会了解到他所穿的衣服啊，而且他童年呢，所以他曾经也参与了轰炸那个伊拉克的那些空军基地啊，开着那个隐形飞机。那时间，我们的北京时间12点20，现在是着陆了3米左右。现在快要下机了，飞机了，所以大家都在准备。布达佩斯 airport。来坐。特拉维夫在本古里安机场3号大楼，现在是当地时间早上6点20分，请保持安全的信号标站，每秒大家应该知道是在消费几点。这里是智海的国班机，将飞机现在是6点。拉菲夫前后边有个飞机、啊、这个啥还带着个旗穆大，我们的导游在那儿，这有好多的大巴都是以色列的大巴，咱那这儿不认识，这是我们的团队，那是那儿的大门，在穆大他们的车也很脏啊，这是当地的大卡车，这是私立的大巴，哎，以色列的国旗在最右边那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真的有水啊，有水啊，好，小心啊，来小心你的钱包啊，这里真有水啊，对啊，啊有水的啊、哦、这个水井呢，他在挖掘那个废墟的时候呢、哦、已经有了啊，应该呢是啊，那水也放光了对，很深的哈，大概有30米多。百慕大，这是个水井。A fountain of gardens, a well of living waters。百慕大，这是城墙。Drainage channel, 这是它一个排水道。drainage 排水，那边人 came to him from
给了。那我们呢？进到那水井了。Run away, he's a friend. 都是地下水嘛，他们呢往地下挖掘。The commander is out and is out. Said to them, "Why have you come to me? Since you hate and have sent me away from you." But they said, "We have certainly seen that the Lord is with you." So, between you and us.东边走的水井，对啊，这个呢，这个古代的那个亚伯拉罕的水井呢，哈，所以我们呢会联想到哈，刚才我们在切里面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读到哈，那个水井就是那个蒙恤的井，对吗？就是跟那个别示巴呢有关系的。The First World War camp in the Middle East. 联合国的就把它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百慕大，这是第一天。我们在以色列。刚下飞机，还没有回旅馆。那里是又一个旅游团队。那边是新城。百慕大的新城。你都要帮我们四个拍一下。你们三人行吗？我们团员多数是广东那边来的。航空博物馆演放的电影，说这些宇航员的故事。登陆月球了。
看看我妈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哥伦比亚号准备起航。10, 9, 8, 7, 6, 5, 4, 3, 2, 1, 0完了。就普通的电梯而已。哦，就普通电梯而已啊。就普通电梯而已啊。要把你挖上到太空。不会让你免费去月球参观。Vehicle designation OV-102 was launched and landed 27 times. On its 28th flight, the shuttle disintegrated on its re-entry into the atmosphere. The Columbia, a fully equipped scientific research laboratory, took 6 years to build. Its construction cost approximately $6 billion. Each flight cost another $500 million.The shuttle spent a total of 300 days in space. It orbited the Earth 4,808 times, covering more than 200 million kilometers. 160 astronauts flew on its various missions. 7 undertook spacewalks. Columbia's last flight consisted, together with Ilan Ramon, of 7 astronauts who conducted round-the-clock 59 experiments.The shuttle disintegrated on its way back to Earth. Its debris scattered over a number of U.S. states. 你这啥呀？读字幕。An investigative panel discovered that right after launch, a piece of foam detached itself from the shuttle's external fuel tank and struck a wing. That was what caused the shuttle to break apart on its return to Earth. All 7 Columbia crew members of mission STS-107 were killed, including Ilan Ramon. Sorry.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I be that lucky? Haven't I tempted fate once too often?אילן, בגלל שהיה הזוטר בחבורה, נבחר להיות מספר 8 בתקיפת הכור. מספר 8 הוא המקום המסוכן ביותר במבנה. אם זה מיירטים, אם זה טילים, אם זה לולמל. אני רוצה עכשיו תחייש, שאולי...